全球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刺激新闻深度报道》，我是刘佳云。今天是星期二的早上，向您问声早安。其实也希望的是每一天都是平安、吉祥、美好的日子。可是看到国际新闻，纵观全球，却是感受到的是四大不调的灾难处处生。在美国加州的林火不断的燃烧，真的是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总统川普已经宣布这是重大急难事件，而在全美，光是在八月初的统计，全美就已经有将近百座的林场，这样的一个焚烧的面积已经将近是50万公顷，相当于18个台北市。困难度加紧的是，因为这不但是风向不断的改变，而且风力不断的加紧，让整个控制火势的工作越发的困难。政府派出了6000多位的消防队员，但是仍然在努力的控制当中。但是不是只是美国才火大不调，在欧洲的葡萄牙跟西班牙目前也是林火加剧的情况。尤其在葡萄牙，整个的林火在南部已经将近烧到了国家公园，政府派出了飞机以及上千位的消防队员，但是都只能够勉力控制。真的，在中国的俗话当中说，斩草不除根，春风吹又生。其实要除根的到底是什么呢？可能在稍早今天早上的志工早会上会对我们有这样的开示。而看到的四大不调里头，不只是火大不调，还有地大不调。在上个月初，印尼的龙目岛才发生了6.4的强震，强震过后才3天，慈济志工立即赶到当地勘灾之后，并发放慰问金解决灾民的燃眉之急。没有想到的是，在8月5号又发生了这个规模6.9的强震，而这一次的震度更强，而造成的这样的一个损伤，上千栋的建筑物损毁不说，也超过了100人丧失了他们的性命。真的是四大不调加剧。当我们在讲到这个四大不调的时候，感受到大乾坤跟小乾坤当中的息息相关。斩草不除根，春风吹又生。其实可能要消灭的是人心的贪欲，我们才能够让四大不调能够逐渐的趋缓。接着我们恭敬的聆听早上上恩的开示。真正的要多放眼天下，看看天下这四大不调灾难有多大呀。火灾是不断的，看到地球上啊，多少的大片的森林，一直一直在燃烧着啊。美国在北加一直在燃烧。从去年、今年，每一次呢，一烧都是难以扑灭的。一烧都是呢，几个月啊，上个月，或者是半个月以上。目前这一波啦，也是从7月在北加。从7月呢的下旬开始起火，一直到现在哦，还没有扑灭它。看到了美国的地图，一片红，这实在是很可怕呀。还有啊，在这西班牙、葡萄牙都看到了，联系了西班牙的一个森林小镇，联系的起火。葡萄牙呢，紧接着也是呢，森林大再次，就是8月5号这一天，又是起火咯。
老师动员了千多的消防队啊，去打火，这实在是可以想象啊，多么可怕啊！而不只是美国、西班牙、葡萄牙，还有其他，可见大家多少温度升高，热量很高，到处呢都寒热啊。在这一片大地，这样的天盖之下，想哪不会很热呢？不要以为啊，那是别人事。其实呢，西班牙、葡萄牙、邻国，从这一边的森林小镇，可以一烧烧到了邻国的界限，又在大片的烧过去，造成了不可收拾的大火灾，真的是很令人触目惊心。是的，触目惊心的灾难，如何能够让人人都能够天天平安呢？其实唯有我们自己身体力行，为自己造福，自己保护我们所居住的地球。在中国大陆的昆山，志工们推动环保，而且入户宣导。这当中有一位11岁的小男孩陈佳南，受到父母推动环保的影响，他也很会说环保，爱地球135的行动是什么？它能够一一的到来，其实在环保的推动当中有相当多的数据，比如说制作一个牛肉汉堡需要耗费多少的水资源，它对所有的观众来说，2400公升的水，其实这个数字一点都不难不倒它。其实它并不是一个我们所说的健健康康的小孩，但是因为用心，这些数据它都记在自己的心里，而且面对大众丝毫不畏惧，非常的这个具有台风，甚至还发愿的是，他要讲足了4928场的环保宣导。接着下面的这一段的影片，我们来看这一位小男孩他如何发下这个大愿。我做到了只买需要的，不买想要的，从小就不怎么爱吃肉。也就今年吧才开始，我也不知道怎么突然闻见那个鱼味就受不了，就是捏着。但是有些时候别人让吃都不吃，除非别人硬加给我，那也不好意思拒绝。高尚人的出生年月日是1937年5月11日，1937场。那么五月要涨500场，11日要涨11场。慈济基金会成立是1966年5月14日，1966年依然是1966场，5月500场，14日14场，总额数是4928场。接下来我想祝福一下施工上人，请二位师傅帮我转达感恩。祝福施工上人长命百岁，祝福他精神敏锐，祝福他毅力有气，祝福他增强力量，祝福他人心净化，社会祥和，天下无灾无难的三愿能够早日实现。是的，一份爱地球，一份孝顺的心力，让他发下了这样的一个宏大的愿望。在昆山的慈济志工，从今年开始，为了深入社区去推动环保，开始举办了一场又一场的环保宣导。佳南没有一场缺席过，因为他深刻的知道，爱护地球，唯有积极的宣导，
就算是宣导了这一场的环保，也不见得每一个人都会听得进去。只有一说再说，不断的说，才能够带动起每一个人，因为来爱护我们的地球。因为人类只有一个地球。而在昆山的志工们也感受到了小朋友对于环保推动上是何其有他的一个神奇的力量，甚至也成立了环保小卫士，号召了就是许许多多像嘉南一样这个年幼但是心中存有爱地球的这一份的心念。您别看这些小朋友以为他们不懂事，但是自己之心当中却是相当清明的了解要如何减少自己生活当中的欲望，去爱护我们所居住的环境。甚至嘉南还自己编了歌，这当中歌词讲到唯有用心才能够化废为宝，也就是唯有用心做环保的分类，才能够让我们生活当中的种种的垃圾能够做资源回收，以后成为生活当中能够物命在延续的珍宝。而接着我们恭敬的聆听志工早会上上对我们的开示。看到那位孩子这么小，10岁或者是11岁啦，有的人跟我说他是11岁，有的人跟我说10岁，这样的一位菩萨，他讲起环保来侃侃而谈，很大方。其实这个孩子呢，他从3岁的时候脑部呢就已经长了一颗卢恩管瘤，好，这那4岁就开第一次刀，那今年呢，他再复发，又再开一次刀，开刀化疗。刚刚我们在昆山，他看到他在昆山水立方的在接收。他的头发因为化疗还没有长出来呢，他化验要说4900几次啦，这个数字呢到底如何加起来哈？他开头我听到他说啊，施工的啊，什么几年的。5月11日，我自己都不知道呢。啊，这是从哪里找来的啊？那加这个加那个加那个加一加呢？这4928，他要把这4928，他要讲4928长，这实在是哦，那很像大人。他还要请2位师傅呢。转达向施工祝福，转达他的心愿呐、啊，要为施工祝福，真的是很不简单。我们要为他祝福啊！怎么小小年纪能那么的深刻，那么样的懂事？期待。他的愿不只是499啦，期待他无量数的能满他的愿呐、啊，还要再做更多的。虽然他身体有病，他可以呢这样的联系呀、啊，看到头发已经长出来了，他还是呢接头向回。很多人都要找他去说话，因为他有病，没有让父母没有让他去上学，但是呢，在家里为他这个教导功课，这是哦，是很不可思议的一个孩子，跟其他不一样。现在他弟弟啦，长得比他高，据说啦。他这样的瘤啦，人呢是比较
长得比较慢呐、啊，所以只是因为化疗比较看来比较胖哈、哦。那我们为这个孩子来祝福啦。总是呢，人的习惯，你看呢、啊，这样弟弟也可以说他呢，那该说的他还是呢再抢过来再补充再说啊，实在是哈、哦。不简单呢，吼！真的，实在是相当的不简单。11岁的小男孩，为什么有这样的一个智慧呢？是不是就像是老人家所说的“读前四书”这一份智慧的种子，在前世前生就种下了，而一旦在今生获得了启发。豁然开朗，而能够对大众这样的一个宣说环保的智慧，也表达这样的一个愿力。而现在正是8月初，也是中华人常常说的这个迷信当中所说农历7月是鬼月。可是慈济人要告诉您的是，7月原来就是欢喜孝亲吉祥的月份。于是，一场又一场吉祥月的祈福会，在全台各地不断。的一场一场的举办，在高雄上个周末7场的祈福会，带动了21,000位的这个会众共同的参与。就像你在画面当中所看到的，每一颗心都是虔诚的心，只是当中的有一场在会众出场的时候，突然下起了大雷雨。这个大雷雨到底该如何因应呢？幸好是志工的那一份不慌不忙，和和互协，用伞搭成的桥，也护持着每一颗虔诚的心回到自己平平安安的家当中。接着我们就来看来自高雄的这一则新闻报道。7月吉祥孝亲祈福会的父母恩重难报经，让台下观众好投入。来自屏东的85岁慈济志工，虽然14年前儿子往生，但看演绎的过程，他没感叹，只有感动。我想要来看，好看。原来他儿子往生时，志工法亲关怀接引他入慈济，而透过演绎也让人深入佛法。因为经文可能我们不是很了解他的一些字面上的意义，但是透过他们这样一个很浅显生动一个演绎，会让我们有很深刻的体会。约2000名来自云嘉南屏东的观众齐聚高雄静思堂，但要散场时却突然来了一场大雨。师兄，来你家能进来。雨再大，有慈济家人就不用担心。雨伞长廊守护着，从云林远道而来的民众心中满是温暖，很温馨。然后随时都已经做好最好的准备，都会帮我们贴心的照顾好啊，我们都很放心。民众陆续坐上40辆游览车，踏上回程，带回的是满满感动。期待是人人虔诚，人人斋戒，以忏悔的心，在这样的一个7月当中，凝聚每一个人的心事效应。这是在7月吉祥月当中，慈济志工希望能够带动全台的，而我们也恭敬的聆听志工早会上善对于吉祥月给予的这一份的期许跟肯定。高雄开始启动了，他们。7月吉祥夜，感恩事多啊，大爱台同仁动员，更感恩的汤美云啊集团呐、啊，多少演艺菩萨这样的投入哦，还有高雄的。龙董们辞呈委员呐、啊，用多久的时间？多少人力的彩排投入，去呼吁、去邀请人，这都是他们要发心。从第七世啦、啊，因为。他们都有志一同花心立业，这行菩萨道
想要做的事，四合一起来，那就用这么长的时间，共同为这一个活动而动员目标。同样，所以很多，而且他们平常啊，在和和复写这样的大团体啦，已经很默契啦。其中有一场沿途来的，据说有屏东来呀，有台南来呀等等，人多了那一场。散场了以后呢，要出去，礼仪呀，交加。我们的菩萨，在地菩萨，他们赶快呢，撑起伞来，就是好像一条龙，让每一位观众，他们很顺利的在这样长龙式的伞一伞下，安尼通通延长的通过，上了游览车，是很感人。这都是很有默契，那样的体贴心啊，让每一位来这样的参与的观众，可以呢这样贴心的感受到啊，真正不简单啊。因为吉祥夜我很期待的是就机会来带动了社会每一个角落的人，净化人心，能很普遍啊，要启发虔诚的心，要有斋戒戒杀，要把心灵呢干净，人人意念的心把它熄灭掉，能启动啊人与人之间的互爱和气，天下人人要合心起来，为这一块地球呢的生态来造福它。是的，慈济志工所做的努力，就是希望启发每一个角落的人心，能够虔诚斋戒，用身体力行来爱护我们的地球。七月吉祥月，不能够缺少您的力量。慈济新闻深度报道，邀请您一起来参与。我们下次见。